婚禮真係一年咧，唔知要出席幾多次先夠。有啲係佢公幹嘅，有啲咧就係人哋請我去嘅，有啲係俾女嘅，有啲係朋友關係，有啲係親戚關係。一年我諗大概52個星期，我接到嘅呢個紅炸彈100張左右。哇！真係嘅，每個禮拜冇2張，冇可能嘅事。OK， 咁我未即刻進入正題之時咧，介紹下我哋嘅今次嘅呢個嘉賓，佢就喺特別嘉賓顏嘉冰。嘉宾做咗啦，我哋叫佢顏嘉冰。对，嘉宾，这是我们的嘉宾，他的名字叫嘉宾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ena 林嘉宾。那讲一下特别的婚礼，去过是怎样的？我去过一个很特别的婚礼，就是可能我那时候的那个他们的亲戚全部都是会唱歌的 Auntie Uncle。OK。然后整场婚礼，讲真的，现在拿起麦克风，谁都会唱歌的。整场婚礼，整个演唱会这样子。就是完全就忽略掉哦，连敬酒的仪式都删除了。哎，最重要的就是好听的也上去唱，不好听的也上去唱，而且他们是有备而来的哦。是他们叮叮咚咚哦，自备光碟准备好好。好 fashion 哦。对对对，那种都是这样的，生意婆婆啊，叫三叔公抢啊，三叔公，三叔公冇准备喎。哎呀 ，OK 啦，我知啲咯，冇准备啊。你啊，你去过最？深刻印象的婚禮咧？那個婚禮勁啊，因為佢個婚禮喺布吉扎廖搞，淨係布吉扎廖你都知道勁啦，係咪先？佢喺布吉扎廖 golf club， 唔係布吉扎廖 stadium， 嗰個就係我的婚禮啦。你有咩咁有咩咁難忘先？因為我覺得我的婚禮我籌備得好，因為我首先你冇請我去就已經冇咩。唔係嗰次唔係咁啱傾嘛，大佬。你婚禮你都冇請我啦，係咪先？係咪先？接落嚟林嘉冰婚禮就會請我哋兩個啦。係。係一定會。幾時啊？幾時？拭目以待。係咪而家有男朋友未先？最重要一樣嘢。而家有。仲未散咩？未喎。通常一選贏咗出嚟之後兩三年就散㗎，我計一計。36個月。OK。佢講已經係散咗嘅第二個咗，而家。但我覺得我自己最特別嗰個婚禮咧，就係我去到嚇，我聽主人家講咩事，抌曬頭咁樣，佢哋做少咗13位。哇！燥。咁而家加唔打得？唔得，魚唔夠，雞都唔夠。佢最近佢加俾你3位啫嘛，即係 buffer。啱啦。5位 buffer。因為溝通嘅問題，做少咗13位。哇！真係夠力到，我從來未睇過炒飯前面出嚟。點解咧？嗰啲人冇嘢食，出自炒飯，飯就肯定有多噶啦。出自炒飯先，再慢慢補。隔離酒家借又點樣點樣點樣？哎喲！誒，呢啲係咪做酒家嘅打入嚟就真係正啦？真係正啊！你有咩經驗咧？我試過我細佬啊，佢嗰陣時做 part time waiter 嘅時候，啲雞準準噶，開曬啊隻100幾位。prop 成排雞到啊！個師傅好嘢到砌翻到一模一樣都有。有冇洗過先？攞攞油就繼續出嚟，點洗啊？洗冇曬味啊，大佬！好可以食㗎！冇嘢嘅，結果都冇事啦，大家嚇。好嘅，等你講下咧，留言俾我哋喺 call 上嚟講下最騎呢啦，最特別啦，最出彩嘅一次一個婚禮係點？0395433366。多謝你。誒，今日仲有林嘉冰㗎。